三天没擦的牙齿到底有多脏，就拿这个清洁纸套给它擦一擦。珍珠纹设计摩擦力强，擦得很彻底。用传统牙刷狗狗很难受，用这个纸套狗狗不抗拒，很适合新手铲屎官和不爱刷牙的狗狗。平时还可以用来擦耳朵，擦擦眼角的脏东西，每周刷两次就够了。所以我家狗狗的牙齿一直都很白，现在买两盒还送一包免洗手套，这有活动赶紧囤。